开始都是一个棚啊，吊着，手肘吊着。当我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看手肘都是棚，手肘你看都是吊着，保持到这个棚，手肘不要跑掉，手肘不要跑，那个也不要起来，肩也不要起来，就是吊着。你看跟练拳一样，吊着，肩松掉，手肘吊着。啊，你看都是这个，手肘在这边，你看，手肘吊的，不对，不要用那个肘，你看，你看肘。手在这边有没有？啊？是不是？肘没动，你来，你的肘常动，这个手，看，两个人一开始是这样子的，棚对棚，棚对棚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我一走，你看，到这边，哎，手肘还在这边。他转按翻，你看手肘还是在这边，走，这边，来吧，你那个手肘擎太高了，你那个手肘擎太高了，坠下来。所以肘不要回，肘不要变成这样子，肘不要变成这个样子啊，肘也不要缩回来，也不要伸出去，就是保持到一个棚，就是这样子。按我，按，按，翻，按，找到吗？保持到这个圆，保持到这个。啊，那么多，再。